神仙居是仙居国家公园的核心区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。神仙居古名天目山，又称尾羌山。唐李白梦游天武吟留别一诗，吟诵天目山的奇幻美景，诗中写道：海客谈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，与人语天目，云霞明灭或可睹，天目连天向天横，势拔五岳掩赤城，熊咆龙吟鹰眼泉，立身灵犀惊层巅，虎骨色兮鸾回车，仙之人兮烈如麻。晚清著名艺术大师吴昌硕题写《太白梦游处》。据《宋赤城志》记载，尾羌山在仙居县西40里，绝险不可生。按林海记云，此众山之最高者，上有石壁，堪自如蝌蚪。近一溪中周廷尉为郡，造飞梯以蜡摩之，然莫识其意。在神仙居的巍巍巨石间，神秘的蝌蚪纹深藏其中，魅力无穷。山上留有清朝乾隆年间县令何树鳄题《烟霞第一城》，比例雄浑，气度非凡，以云蒸霞蔚之仙居，景色秀美，天下第一。神仙居地质构造独特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集群，一山一水，一岩一洞，一石一峰，都能自成一格，形成观音、如来、天母峰、云海、飞瀑、蝌蚪纹六大奇观。神仙居景区分南海、北海两块，西掩慈幡，画屏烟云，浮海泛音，千崖低翠，离冲夕照，风摇春浪，淡竹清泉被称为神仙居新八景，清风凌厉，气象恢宏。景区南北两侧为江南峡谷风光，灵泉相依，以岩奇、瀑雄、古幽、洞密、水清、雾美取胜。自北海索道上至南海索道下，数公里的旅程均在数百米的高空栈道上进行，期间依次行走在菩提道、般若道、因缘道、观音道、飞鹰道与无为道这六条道上。菩提道上石壁巍峨，烟云飘渺，如来佛祖，佛像庄严。般若道上可观佛祖讲经、诸佛听经之宏大场景，因缘道上鸟鸣婉转，一步幻境，如置身画卷之中行走，虽有陡坡，亦不足道哉。观音道上绿树成荫，霞彩万道，千年老松默默护佑。飞鹰道惊险奇绝，四季绿浪，空中花园之壮丽一览无余。有情人携手同行，两心相印，情定三生。无为道则颇具仙风道骨，灵涛阵阵如霄音，宁静悠远。立太极台上，可观远处崖壁上齐整的蝌蚪纹，下幽深峡谷，可见天母修道。景区内负氧离子含量奇高，平均达2.1万个每立方厘米，最高处达8.8万个每立方厘米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。
神仙居之旅犹如一场朝圣寻仙之旅，行走其间，有缘人无处不佛，无处不仙，无处不美。细细品味，观得本心，心性平和明慧，自在愉悦。行走，沉醉，神仙居便会住进你心里，明心，静性，默然，欢喜。